大家好，안녕하세요。现在开始学习中国语容易混淆的词。지금부터중국어쉽게헷갈리는단어공부시간입니다。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抚养和抚养。抚养。抚养，两个三声在一起，前面的三声读二声。抚养，抚养，动词你的，动词，무슨말이냐면은抚养하다，抚养하다，정성을들여기르다。정성을들여기르다기르다이뜻입니다네기르다이뜻입니다接着他是爷爷独自抚养长大的他是爷爷，爷爷，他是爷爷，独自，独自抚养长大的，长，这是多音字，长大的，他是爷爷。独自抚养长大的，他是爷爷独自抚养长大的。그는그는爷爷할아버지께서爷爷할아버지独自혼자서할아버지혼자서혼자抚养长大的。키우셨단말이다키우셨다키우다이뜻입니다그는할아버지께서혼자키우셨다이말이겠습니다그는할아버지께서혼자키우셨다他是爷爷独自抚养长大的抚养이럴때抚养을쓰겠습니다아래抚养이것도抚养이건二声입니다抚养抚养역시동词입니다역시동词입니다抚养하다양육하다抚养하다양육하다의뜻입니다양육하다의뜻부의거는윗사람이아랫사람을부양하고가르치는것이고이부양은같은세대간물질과생활상에서의호상방조를가리킵니다같은세대간의물질과생활상의호상방조를가리킵니다예를들어서부양가족의생활필수품家属的抚养，抚养家属的家属，가족말인데가족生活活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생활생활필수품을말합니다필수품가족가족을말하죠예
부양자의 생활 필수품을 말합니다. 부양자의 생활 필수품을 말합니다. 부양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부양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부양 이럴 때 부양을 씁니다. 부양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부양자의 생활 필수품. 가정을 가족을 부양하는 데서의 생활 필수품을 말하겠습니다. 好，下面边想一想词义练习读。 抚养，抚养。 他是爷爷独自抚养长大的。他是爷爷独自抚养长大的。 抚养，抚养。 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好，再练习读。 抚养，抚养。 他是爷爷独自抚养长大的。 他是爷爷独自抚养长大的。 抚养，抚养。 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好，今天的学习中国语容易混淆的词到此结束。 쉽게 헷갈리는 단어 공부 여기서 마치겠습니다. 下次再会，다음에 또 만나요.